请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人数79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讨论事项。报告宴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于105年3月14日、30日、5月26日、6月6日举行联席会议，将本案等提出审查，邀请提案委员叶宜津与党团代表等说明提案要旨。会议并邀请内政部长陈惟仁、叶俊荣列席说明并被质询，另请司法院等派员列席被询。会议由召集委员陈其迈担任主席，经说明及询答后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并案审查完均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其陈召集委员及麦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陈委员及麦补充说明。说明时间5分钟。主席，各位同仁，从1992年，当时的本会委员同仁谢长廷立委，在提出人团法有关政党财产处理的专章开始，到现在，总共漫长的34年，我们在新的国会里头，我们终于有机会，不管是在委员会，或者在今天即将进行的二读会来开始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那这34年代表的意义是宣示人民的国会来临，这是人民第一次给我们立法院民主进步党跟其他的党派的委员有机会在国会里头来实质讨论有关不当党产过去威权时代所衍生的财产权不公平的问题，第一次在国会能够公开的一个讨论跟辩论。那在我们委员会里头，总共经过了3月14号、3月30号、5月26号、6月6号，那以及一次的议事录的确定，总共有5次的委员会的一个审议，跟一次公听会，以及在7月12号，总共有包括民主进步党、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党团三个党团，总共78席的，在国会拥有席次的这个党团，朝野相当也同意。那我们很遗憾的，其中国民党党团并没有在朝野相当里头签字。那我们从过去审查了一个历史，包括在立法院，在2002年民主进步党当时提出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在立法院审议的时候，甚至遭受国民党以国库付息的预算案来绑架整个法案的一个审议，所以这一步走了34年，代表了人民的国会、人民的一个胜利。那我们还是要呼吁，在我们即将展开的二读会的一个审议里头，包括在我们委员会里头啊，整个立法的相关的这一个合宪性跟必要性，在5次的审查会里头，我们都经过充分的一个讨论。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组织以及职权是不是合宪，它的合法正当性等等这个部分，在委员会里头，我想包括国民党的委员也进行相当冗长的意见的一个表达，大家应该不会健忘，在最后国民党是以所谓的这一个时间剩下半个小时的一个审议拒绝延长开会的这个理由集体退席，但是在整个审查的过程里头，国民党的意见
不同党派的一个意见，在我们委员会里头都已经做过充分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二读会审查的时候，也能够就相关的一个法案的一个审议，那也能够凝聚更多的一个共识，让这个法案啊，能够在我们这次临时会最主要的一个审查的一个议案里头啊，能够获得通过。台湾的一个民主转型啊，从过去到现在，有一段相当漫长的一个路，包括说我们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我们虽然促成我们在台湾在整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民主转型，但是对于财产权的不正义，从过去威权时期，国民党以不服实质法治国的原则，对于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资产巧取豪夺，国库通党库，在这几年来下来，衍生到现在，财产权的不公平依然存在。以最近几年，国民党以将近160几亿、80几亿的这个金额挹注选举，形成政党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竞争。所以，以东德为例，这个不是清算斗争，这个也不是政党对立，这是国家团结的开始。这个不是蓝绿的对抗，这个是人民的胜利。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就法案的内容能够进行实质的一个讨论。谢谢。好，谢谢陈委员。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但是因为协商语义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我们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那么现在有民主进步党党团提出要求再协商，所以我们请议事人员准备录音、录影等事宜，并通知各党团，请各党团负责人以9:40到议场3楼进行协商，协商后我们再继续处理。我们现在休息。